自动升功呢？你得问他，这台跟我们的都不一样。上一次谁做的？还没。GoGo 啊。GoGo， 来姐，来姐，来姐，来姐。我想那个人没改。你这个硬的。要按声压嘛？第二轮就。这个高温能量太强了，空中没用的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是关掉的，这把关掉。哦，有。刚才就有了。怎么样？不过上次是怎么操作的？这个可能要加起来了。没有了，这个把它关掉了，这把关掉了。那个是那个可能那不是。升压的，升压的回去了，升压。好，来从头再一次来。今天不亏吧？好呀，哦，来再一次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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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们没有那张，好像香水一样。只剩这个，不算那个香水。
这边不要碰车底啊！蹲着可以啊，动九分钟啊。这要做动作要。一，无一定会无很快。啊，你会摇手动较紧。卖花吼。不要碰到哦。对啊，你要写个30哦。等等，三十多分钟，一分钟啊，运动两下，三十，30阿就开始跳，啊跳到下去，我咧走拢袂，无一个，哎，咱咱过一年啦。过年完成停掉，啊，等这个，降压，降压，哦，降压完那手动，他一路用手动的，没手动，一路起手动的，没手动，太紧了。员工这里不过年了，还是在做，你们用手动。有啦，我咧做拢有桂林。顶回无人桂林就对啦。天哪！你厂里面有一些东西要拍呀，你的时间到要分配。你看的什么？他们切的都大的花脸型，掉一下，然后装好换掉五米下去。我跟那个记忆，记忆那些。线抽掉，然后换新线上去。啊，然后就是说，我们新线换好，我们就是要装回原来的那个车马达上面去。它这边是有两个线夹，然后就是要说，我们要固定那个线的那个紧度这样。哎，所以这边等一下会锁两个线夹上去再抽。啊，然后马达的端子在这边，然后锁到马达上面让它运转这样。好，现在是等那个我同事拿那个新的线脚换掉。
好了，一起我们去楼上。好，来放放那边。高中毕业就不错。没有啊，里面。嗯，有啦。你拿上去上面啊。所以监工就拿给我了啊。他们就是这样过来。哎，外螺丝包。你看了什么柯南？哎，等等哎。好硬啊。刚站过来。哎，我要螺丝啊。二号嘛。把锁线夹上去。要三，它总共有三条，三条嘛。哎，这边少一个铁板啊。报复，报复啦！新线呢、欸？这不是旧线呢、欸？要配合演出。太长了，这样动，现在是
可能。放了。好了啊。哎，先起来，先起来，注意点。啊，铁片，铁片呢、啊？那个，我记得他这个不用放糖片呢、啊，平垫啊，平垫啊，糖片而已吧。有吗？有吗？哎，这伤高啊，是拢较高呀。对啊，对啊。我靠！我对着，我对着。啊，第三。好，可以了。你这下坑这白吧？对啊。你想搞我的平垫坑无？来啊、哦，螺帽啦，先螺帽了。记得不用放平垫啊，为什么要？当平垫啊！糖片。哦，放糖片不行。哎，可以。我懂。八个钟。买台机台啊！对了，好。五个吧，五个，五个。好贱！我靠！
要进来吗？啊？
这边。要不带那边拿一下啦。哦，带那边管。先别来这层，我来。